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OK， 我们要继续游玩《圣女之歌》Leo DLC 2的部分。好，要穿的女仆装，冠世绝症悠闲啊！哟，前面的美女，这里有批猪肉，好便宜的，有没有兴趣啊？啊，目前不需要，谢谢。等等，前面那位红头发的小姑娘。咦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新来的女仆吗？以前都没到胸肌酒吧见过你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今天才报道的女仆，今后请多多指教。真的吗？总觉得哪里见过你呢，女仆小姐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先离开了哦，我要先回酒吧忙了，之后再聊。好，然后我们又回到兄弟酒吧，是因为之前小生在那个大众池那边跟呜呜在洗澡，然后我们可以多跟他们对话几次。哦，咦，也让我看看吧。不行，叽叽。哇，为什么不让我过去？啊，我没有，来不及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哦，我要插进去是因为那个小灯他们之前跟他们对话会，他们会唱歌，可是哇，好像来不及了。好吧，我们有空再读稿看看好了。我们先去找下马。OK， 好，我们只要在外面。走一段路就会触发剧情了。OK， 就这里。变装大作战成功！那接下来你果然在这儿等我。这次要跟我去哪里呢？嗯，怎么了吗？是想要提醒我什么事吗，我的小朋友？被攻击了！哎呀，怎么了？讨厌呐！真是的，把人家衣服弄脏兮兮。咦，怎么会？东西呢？掉哪里去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是要提醒我这件事吗？嗯，谢谢。可是东西不见了，怎么办？喵，等等我啊！好，我们这边都快转吧。好，应该是这里。没记错的话，哎，是这里吗？看看地图。日落谷一头，日落谷森林，我是走反了、啊。没事，没走反。然后奥幻他在那里曾经自己才19岁，
你真该看看阿 K 这刚死的表情哦，眼睛瞪超大的，超羡慕的啦！竟然因为这样看见虫虫开眼阿铁，为什么真圣手所甄选的时候，男生与女生偏偏要分场地的？反正你还不是跟熊魔聊得很开心？咦？怎么样？臭阿姨，你看这个。因为剧情不是第一次玩就已经结过了吗？心情非常凌乱。从角度上来看，他的旧角还是同一个主人，而且才刚进日落谷不久。不愧是被海贵伟大伺候跟班，要是能比我早发现更好了。我才想这些台曲怎么有点眼熟？死毛虫，你学我啊！啦啦啦！是说我们确实把他关起来了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是你锁上的，可能上手技术不够，技能没点满什么的。是要怎样上手的技术才会影响手的品质？你要不要教我一下啊？总之接下来呢，你又想去找人对不对？我是觉得对他有点责任，到时候进入落叶妖大王也麻烦。也是啊，那就 Let's go， 要再打一次啊！哈，跑第二次。好吧，我们就在来来。因为他说东西不见了，有看到人吗？没有哦，看来是不待在这里，换个地方吧。应该是之前在落叶妖大王那边，他的东西掉了，我只能这样猜测。好，好，我重新来过，到下一张地图了。气死我！哎呦！哎，吓我一跳！我刚以为那个可以踏。不要再跑了！看到人了吗？没有哦。到底跑哪去了？再找找看吧。等一下要存个档，因为怕又挂掉。因为我刚才死掉的时候没有存档，所以我刚刚又从头再来一遍。真久，找不到，怎么会这样？掉哪里去了？红线大人的别针，那是我和故乡最后的联系的。哼，无辜被人追杀就算，再也回不了故乡也算了。不要剥夺我对母亲的思念。好不容易拿到二煞图，结果母亲留下了证明身份给上我的信物，现在又离世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有，别争！哎，等等我啊！别跑！他为什么要飞？刁狼又跑走？
好，新地图。喂，啊，钻进去了。OK， 这边好像可以再打一次那个落叶妖大王，他来给我出来。哎、欸，没看到他。啊，没看到算了。好，我们先解剧情吧。奇怪，我明明觉得有看到人跑过来又不见踪影。别抱怨了，等等不小心要吵到落叶妖大王。对哦，差点忘我们在这里，所以说这里千万要安静。没错。来不及了。要塌了、哦。哇，要死了啊。衰，打第二次了。你好样的，小不点害死人啊！再跟他害一次，快！哎、欸，不用了。嗯，至少暂时没事的。那去上头看看吧。等等，被我抓到，一定要把它从中间折断。可是他们不是说在睡觉吗？好了，先这样吧。我们先去上面看一下啊。宋海英，你在这里，很明显的刚刚被炸开的嘛，看样子人是跑进去了。事到如今，就这样上去吧。好哦，新地图。枯月洞，真的。好，我莫名其妙跑到下面来，我不知道什么。会推，不用。哇，我先回去好了。怪了，人呢？再找找看吧。见鬼了，现在还堵不到人。是不是他那里吃掉忘了推啊？检查一下，快把路堵好吧。天哪，你这顽皮！不过还是谢谢你帮我找回别针哦。咦，这么着急离开吗？耶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我想问的话吧？随随便便跑出来，用那三刀七，还差点害我跟落叶妖大王打起来。我强烈的有一种想把你折断的冲动啊！嗯，等等，你胸口在哪里？你可总算发现了。嗯，等等，不会吧？原来你竟然是，就是那样的、啊。为了逃狱，你竟然能扮女装啊？咦、欸，靠！你跟我大声叫啊！这该怎么说？你这脑袋究竟是……啊，算了啦算了啦，他别让他跑了，不跑我是笨蛋。咦，推不动。嗯，乖乖束手就擒吧你。可恶，才那么容易被你抓到了，接着上我就试试看啊。啊，别跑，别跑掉了。总之先冲上去吧。等等，我的精灵直觉有感应了。别吵，去旁边站好。
给你啊。看我这儿。哇，果然就是这样。这个区域有好几扇门和石雕，看来那些石雕的底座都很脆弱。我刚才已经打掉一个了，看起来小不点力气推不动石雕，石雕可以挡住入口，挡住啊！啊，有办法了。如果现在再那样，所以说只要能够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。有人跟你说过这样很没形象吗？好了好了，所以你发现什么？这地区有许多通道可以推动的石雕，只要把石雕好好推到通道口，就能让通道无法进出。因为小不点推不动石雕，因此封锁了通道口，就代表封锁了它。我的意思是它的逃生入口。你一口气讲太多，我听不懂啊！去想办法把石雕弄到洞口前挡着，然后就去追小不点就是了。先把入口堵起来。报告室，啰里吧嗦。可我想进去看一下。先逛一下。喂，帮他了。不过因为我们追不到他，所以我们，哎呦，我们要真的要拿东西堵起来。哎，怎么一个东西？好，没事，我们先推这个。好，然后再去下面这个，小心一点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应该可以了。啊，看到人了，某某，我们上。不管了，是笨蛋。虽然先跑到这个洞，然后嘞，撞到你了吧？看样子往哪逃？可恶的激动棒，竟然对一个弱女，对一个平平美少年如此薄情，这是多么残酷的命运！闭嘴啦！听你讲话被你气死。总之，这下没路逃了吧？哼，没路了，才怪！
哼，真能跑。哇，好烦哦。撞到你了吧？看你还往哪逃？可恶的金箍棒子！本来不想用这一招的。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产生我走投无路的错觉？这是什么严肃的气氛？比狂欢还要昏暗的东西，比血液还要鲜红的东西。喂喂，不是吧？怎样？他想干嘛？以下略，下马大爆弹。拜。这小屋里面怪兽也太多了吧！快追上去。要逃了，要逃了。毛毛，你还在吗？还在。天哪，这下追不上了。怎么办？这下无法前进了。感觉还不需要用到炸弹，只是需要一点蛮力。不知道我的蓄力攻击搞不搞得定。使用哈赫体的蓄力一级哦，原来如此。嘿 ，nice， 我来喽。嘿，我这刚才记录很长哎。可恶，那小布里真会逃，这玩意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们追很久了、欸。我、哦、在下面。喂、欸，下面有动静。可是我们滑不过去啊。这个是干嘛的？可能就是下马可以弄滑了，然后我们就要走这个路口。呼呼呼！红色的，这里是我进城的档好了。我们先把蓝色的地图都去过一次好了。总感觉我好像走错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那小不点又往哪逃了啊？
都是你随便带来的，我害我们家洞窟绕圈圈的。哇，他那招真方便。OK， 继续走吧。可是死路，怎么叫我们走这里啊？真过不去吗？好了，过不去。哎呦，莫名其妙走到这。不过也是你哦 ，OK。这哪里啊？哇，真麻烦！地图不可以人性化一点吗？哦。怎么感觉又出来？出来是对的吗？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哇，这边也太长了吧！他傻。走了，先走再说。要推吗？我感觉要推。打不到。到哎、欸，我想说压什么，吓死我了。哇，见鬼了，突然跑到这个地什么地方，一堆箱子推来推去，也没看到半个人影。对啊，存币了，一下跑到奇怪的遗迹里面。咦，哇塞，等一下，臭海英怎样又感应到什么？我的记忆直接告诉我
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就能找到出口了。有没有这么直觉啊？不管了。好，至少我没走错就好了。这个如果推错很尴尬。哇，这怎么推啊？干，王八蛋！我不想重来啊。好了，快转快转。好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周怀义，你也对那小布林太执着了吧？不知道啊，他就是那人放不太下，一整个来历不明，又神秘兮兮的，到处乱闯乱晃，制造麻烦。怎么，觉得照镜子吗？最好是照镜子啊，就只是想说需要特别照顾他一下。好、哦。抱歉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。诶，怎么回事的？这个毛毛，我允许你那个美少女是怎么回事？美少女，你看到的是女生吗？不然还是什么？不就是一个长发飘逸、看起来很气质的女生吗？哦，是这样啊。请赶紧穿上衣服。嗯，态度不一样啊，这可真是好机会，妙。请站远一点好吗？人家有点害羞。啊，好好的。哇，你这傻子！毛毛，他换好衣服了吗？人都走了。什么？那你觉得嘞？就可以的话认识一下。你不认得他哦？不认得啊，怎么？不过他真的很漂亮。好、哦、你高兴就好。怎么了吗？没事，继续抓你的小不点吧。哇，像马泡过的水耶、哦、快走快走。到了，我也跑太快了吧。哇、哦、好多钱。啊，更好险，差点被抓到。逼真也找回来了，也该是时候耍回那个笨仓库了。不过张大太后看起来完全没认出人家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啊？虽然看来是个好人啊，但就是傻傻的记多棒子。母亲大人，人家真的把事情托付给恶杀屠人吗？妈妈，小木你在哪？又是那记多棒子，现在实在不想跟他打交道啊，先跑再说。哎，不见了。嗯，
糟糕，一个不小心跟丢了，这找不到人了。你都跟紧一点才行，好不好？跑真快，我们快追上去。到底又飞走了。抓到你了吧，乖，跟哥哥说清楚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哼，你怎么会有跑出来的错觉？不然我是眼花了。来，乖，坐下好好谈，说不定我可以放你一马哦。才不要了，大笨蛋鸡伙伴，想抓我就靠实力啊。哦，终于要跟你打了。哎呦，是不是跟他打过啊？好像有跟他打过哈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打了哈？蓄气太慢了，这招。哦吼吼吼！靠近他，好，你敢呢？啊，这样那么难缠，认命吧你！才不要了，大笨蛋鸡伙伴，拜！又给我跑，一直追很累。臭阿英，这可来真的，小心别追丢了，交给我吧。还要跑哦，我都累了。哥哥，捕まえたぞ！抓到你了，这是第几次的？胸部，这样扣子，看你还怎么跑？奇怪，闹脾气哦，都不说话。不行，脖子。无法呼吸，谁理你啊？臭阿姨，小乌脸的颜色发紫了耶！真的假的？摩萨，你这肌肉棒子，别在意，后来不是松手了吗？所以你还好吧？啊，脖子上好像有勒痕呢。还有，你很坚持要送他那雅丽在身上哎，是谁跟你坚持什么雅丽啊？你这个大变态肌肉棒子！无心大人，二煞图的肌肉棒子真的又色又笨啊！下次你别跑出来，别帮女装了，少一点累赘，说不定跑更快一点哦，对吧，毛毛？我这白痴老弟是这么说的，你嘴脸怎么样呢、啊，美少年？既然可以被否定到这种程度，有什么不甘心的感觉？现在是在聊什么话题啊？不知道就算了啦，人家要闪的，拜。喂，才一不注意，你还跑？猫，下次提醒一下。谁知道你笨成这样？追啊！
还追啊？你就不要给我折回来，折回来我就扁你！在说什么傻话？当然不会回来啊！拜拜！记得哦，这肯定是个以为我有跑掉的错觉，不信就回仓库看看啊！哦，臭华裔，就跟你说小心了吗？可恶，下次我一定成功抓到人。照他的说法，先要回秋妮酒吧的话，一定会看到他每一次一样出现在仓库。你也这么觉得哈？所以他到底为什么跑出来又躲回去？嗯，好讨厌的感觉。哎，有空想回去的时候带他去看看吧，同感。所以要回去吗？好啦，我们回去看看，快转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跟他们对话一下。哎，不能跟小娜姆对话了哦。兄弟酒吧欢乐颂，哎呀，果然脚程飞快啊！哎，正常情况下把人栽培回来都赶不上。下次好，我再追你一次，毛毛，我们走，拜拜。挑战数都下了，下次我们可以表现给好再好一点。那你可以多多加油喽，交给我吧。哼，等物地图。好啦，这边应该是剧情已经解完了。要的要的。好啦，好，不能再跟小生对话了，糟糕。看起来是没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结束啊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请到我读片的左下方按个订阅，到红色小方框按个订阅，记得旁边铃铛要打开，这样才可以随时我更新的时候你们才收到消息哦。OK， 谢谢大家喜欢《摄影师哥 DLC 2》的剧情的部分啊。主线剧情官方还没有说什么时候会补，所以我们先暂时这样子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